接下来我们进行的是第63号黄淑珍小姐，多来关心喜爱丢的。主持人，各位听众老师，大家好，来掌声欢迎黄淑珍小姐。是没有想再点来天一时的雨是一个天气落落我的高头是一个夜晚我们是很沉默但没有一方你的寂寞你微笑微信你我